好了，真好线是吧？二三，二三，停，停，鞋子掉了，这接不到了，对，接不到了，哎，二三，哦，大鱼啊，四二四二再来，四二。主要去打一个。
厉害，砸一线总是要跳起来的。停停，不管砸很近嘛。好了。啊。行的。好。好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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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。好脚。好脚。完。这。要。好脚。好脚。好。完。过去了，过去了。打你身上了，对，这个怎么算？这个算打你身上了。狗狗要打你，狗狗打你身上，过去再打我。打你过来了，你身上过来了。没有，他没上当。没有，他球滚过来以后就掉他身上。这新规则，这怎么算？球过来以后没落我们地上，他打到这球上，打到身上去了。对呀，这个球谁都不算。对。这应该是。重新来没有，他看来刚才应该是我们一零吗？没劲了，一零一零零 OK， 再来。还要现场制定规则。国际排坛没有这个先例，哎，一零一零。大力。没事，那怎么这样？对，成这样。哎，等会儿。对啊。刚才不是我站的接球。是在中间，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刚才是的，刚才是你发的球吗？啊，你发 OK， 对，你发你发吧，你们换发。你们换发了？你们到底怎么？哦，他刚才换了，刚没有啊？刚才咱们位置并没有换。刚才是我发的，刚才说你们应该换发。对，你发过了没有？刚才他没发过，他没发。刚才想去发 replay 了嘛？啊，对，那就是一零。张子阳会之前发的，我第一次和他。不对，你那个谁，那个王明应该是站在这边。你除非是你发了没有？他是刚发完球嘛？他刚发完球，应该在一号位。我这边中间后面。哦，对，更正，然后之前是看法。你发的，对，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发球。那他要前面，你的转到那边，他追了好几个。哎，好，对，好，一零，那就对了。OK， 好 ，Sharp， 二零，啊，你也很好，再来，掉那个脚。